水非常的长，带一丢丢的春，飘金丝绿的。这个东西其实拿在手里玩的话，我觉得都可以的啊。给粉丝选了个料子啊，700克的一个老会卡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。皮壳呢，很典型的是一个会卡长口的，但凡玩过料的人都是能够看到的。料型非常的完整，这个东西其实拿在手里玩的话，我觉得都可以的啊。开不开的呢，我觉得无所谓，但是顾客要开，那就开给他看。这个料子为什么要开呢？第一，入手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。然后压灯来看表现，水非常的长，这是会卡的一个特性。它里面主要什么？带一丢丢的春，飘金丝绿。这个东西开完什么样？废话不多说，实战出真理，别听我废话，现在开稿。好了，这会卡开完了啊，过来给你们看一下。自然光的话，可以看到它是飘绿带春的，肉非常非常的细，很甜的一个东西。如果总再强一分的话，是个非常牛逼的东西。起货是很漂亮的，压灯来看，非常非常甜的一个东西。会卡它又这样的，会卡和南棋都怕肉质翻白，一翻白的话呢，总要掉一分。但是它好处是什么呢？带春飘点绿，起货还是很漂亮。小价未开呢，这个东西还是很 OK 的啊。好了，飞驰出品呢，必定精品。喜欢飞驰的，双击加关注，爱你们。